啊。不行哦。包那个面包啊，因为他喜欢果，要给他加抹嘴。姐姐，你的汤匙来啦。他可以先加抹个两三年之后做一下热菜，再配个啥的基础。对啊。来，你先比一下，是姐姐对不对？那他七岁啊。他姐姐吗？对啊。下面你们家都是有点小哈。小女孩而已，好不好？他很宠爱，他在里面吃啥？他都告诉你，他要那一千。你们都有吃的吗？没有把它说完，把它说完。老板，谁知道？说完了，那个东西。